真正的让大家就是被假象迷惑，然后跟着就是力整嘛，现在就是力控制的一切。他不想要这俩最终的老虎，想还是退出历史舞台。他退出历史舞台，一切都结束了。那我们也将计就计呗，借这时间救更多的人，在云游更多的地方。我一般我是不走这个走过的城市，走过的城市那么多众生还没救，凭什么这个城市的那个人要听我讲两次讲下，就这意思。明年就不是他们，下次那位置就不是他，所以我尽量是没坐过神韵的城市我愿意去，这样的救的人就是老板，是永远不是厨子。好，暂时就想到这儿。那这个见门就进，进门就找老板。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在哪？是每五分钟都有新的未来在等着你，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然后就考你的智慧。这来回是那些词，但是可不是那么直，也不能背。我所有的词都不能背，都是看对方感兴趣哪句，那句就成保留短语。这样呢，用起来就是基本上感动我的我都不用，不感动众世人的我也不用，所以那么拿出来都是感动人的话。句子短，但是管用。